与曹操相争失败后，被逐出兖州的吕布投奔了徐州的刘备，刘备欣然接受，命他驻守小沛。但是吕布却趁刘备出征讨伐袁术之际夺取了徐州，究其原因就是张飞因酒误事。刘备暂时服从了反客为主的吕布，但是不久就彻底决裂了，他舍弃徐州投奔了曹操。